你好，欢迎收看8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瑞慧。秀林乡土石流浅势溪流区遭遇天灾时候，必须要紧急撤离村民到避难所、收容所来安置的问题，县会特别召开了专案会议讨论。召集人陈美莲也邀请了包括花莲县政府、水保署、秀林乡公所及秀林乡的村民一起讨论，要解决地方避难安置的问题。04、03、04、23地震以及凯美台风造成的风灾，历经的三大灾难，避难所和收容中心也成为重大的问题。为此，花莲县议会27号下午召开花莲县秀林乡土石流浅势溪流区遭遇天灾紧急撤离的居民到紧急避难所、收容所安置问题。专案会议召集人陈美莲也说明这次风灾带来的种种问题，并请县府各单位能够重视。从04、03地震之后，04、23。由07、23的凯美台风，尤其是秀林乡是重灾区的，所以在所有这些保全户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很多一些避难所的发生的很多的一些安置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几个议员讨论之下，所以由我这里召开针对避难所收容的这个处所安置的疑虑，召开政府会议。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罗彦玲、乡民代表夏一松、白秀娟、白金文也向大会来请命。现在的收容所只能收容50个人，可是50个人真的很挤，要怎么睡？它只有2间，非常的拥挤。但是收容所的下方土石又坍塌，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收容人，所以这次我们全部撤到集美的村办公室。那集美村办公室本身，哦，这次后方集美的后方也是大坍塌。那人数根本就没有办法收容嘉湾的人，那现在要收容3站，我们挤到1、2楼挤不下。我是以撤村的方式，我去汽车旅馆、去晴天饭店去收容了3天，因为我们3站是台风结束之后大雨，我们还不能回去。那我们去到那个收容所本来就不够了，我们也不会去跟他们挤。在这个状况下，谁能够帮助我们？有多少的家庭？我那时候带了10个家庭出去，他们不想住在收容所。那还好，这次可以提1000块的住宿补助。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住了3天，一个家庭的负担这么大，非常的偏远，他们又不方便到花莲市去租，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他附近是有那个旅游业哈，可是他们是自身难保了，对不对？他们自身难保啊。那么多的山民会到你这个自己家的民宿吗？在新城跟雄安有民宿，对。那么他们现在就是急需的，哦，因为要保生命财产的安全嘛，他们最大的需求就是能给他们租组合屋，让他们暂时住在那里，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迫于所难，好像是没有地方让我们这个十二里的住户去拿去所安全的居住的地方，所以我想请议员，你们这边是否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居住？召集人陈明表示，由于这次的灾害引发种种的各项问题，也请县府各级处能够重视秀林乡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共同来守护美丽的秀林乡。记者蒋颖华报道。